这个贴纸真的有必要查一查。天啊，贴上要不要睡得这么沉啊？它这个贴上真的很神奇，整个人就会进入一种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，然后持续舒缓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，然后一整夜真的就特别香。这个本来是我表姐用来哄孩子睡觉的，小孩嘛，白天玩疯了之后晚上就很难入睡。但是虽然现在我女儿上初中了，每次有重大考试的时候考前焦虑，她也会贴。这个真的不是智商税，它在新西兰是很有名气的一个母婴品牌，就成分很天然，全部都是大自然的产物，安全到六个月的孩子就可以用，所以它贴上之后就会散发出那种植物的自然的幽香。就它每一个哈还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一包里边有两个，一个深色的，然后一个浅色的。你如果平时上班的时候怕午休的时候睡不着，下午没精神，那你白天就用这个白色的，晚上呢就跟我一样用这个深色的。以前我也会口服一些褪黑素也啥的，但是总觉得口服的好像不长久，而且第二天早晨起来哈，这里有的时候会嗡嗡的。它这个一盒里边哈有12包24片，真的建议每一个家庭都备一个，这个全家都可以用。